老裴来三亚，我就一个目的，给你找个老爷们儿。不行，没用的，不用啊！哎呀，快走吧，领你去个地儿，快点。这嘎咋样？不错不错啊！你看一对一对搁这玩水，咱俩坐着干啥咋的？羡慕了？你不说你不需要老爷们吗？我不是羡慕，我那意思咱俩干坐着呗，进。肌肉男，小鲜肉。回家呀！啊，等一下吧。因为你把把瞎他妈说，这回哥给你准备了一个法宝。啥呀？利群牌提子剂，相亲路上更给力。妙啊！你能玩活动吗？身高180中单，温柔腼腆，人品优良，性别女爱好男，和亲党受利群。那就女屌丝呗。能接受姐夫不要小孩吗？你等会儿，哥们儿，上我厕所啊。咱妈着急抱外孙呢，这任务指标完成不了啊，撤。啊，这给你，别生气，你这样逮着一个不容易，你跟他好好唠唠。刚问我什么，哥哥？结婚能不要孩子不？行，那你扛揍不？那不给你介绍对象，你明天下午看看。我才不去呢，上回给我介绍那像项目运动员似的，我都出阴影。你二姑说这小伙子可好了。他说谁不好？可朴实，就你还憨厚。那就是长得磕碜，还胖。哎呀，人家小伙工作铁饭碗，那就赚的少，浩浩荡荡2700，带干不干，3月10000的那种。你可会过日子了，还从来不乱花钱。抠，抠的更穷。哎，那你不嫌你二胡话，那你让你身边那些小姐妹给你介绍介绍吧。身边那都单着呢，要真那么好，他个个留着了，他能给我介绍吗？我没有渠道。那你上大街发传单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嘉禾，哎呀妈，前男友，你还活着呢？你说话还这么损啊？哼，托你的福，口才越来越好。不是这两年你过得好吗？光说我过得好的话，你不会问我借钱吧？哎，你对我怎么没有什么好印象呢？你把好去掉，哎，我对你就没什么印象。这两年感情路上顺不？顺呐，一路上都没啥人。没谈恋爱啊？不是，你要干啥呀？你做市场调研呢？我一直关注你抖音呢，你这还那性格啊，没变。不是你到底想说啥？我也一直单着呢。嘉禾，我俩吧，打住！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你，我还爱着你呢。爱来自心脏，不是口腔。你这你低了个臭嘴，逮谁爱谁，真的就能住你心里。我发现了，那是个小区呀、啊，那不光住着我自己，还有老多邻居了。你说你这么丑，我都能掉入你的鱼塘啊！我发现我不是一条鱼呀、啊，我是虾呀。但我现在眼睛治好了，我现在像明镜似的。你不用拿我当250了，我不可能再重蹈覆辙了啊！你有没有事儿？你要没有事儿，你走呗。啊，祝你寿比昙花。以后，尽量绕行，行行，尽量绕行啊。闺女，咱俩上超市啊？我不去，哪回都得让我拎着死老陈呀。就用你拎着走你呗。哎呀，这要是生个儿子，是不是就能帮我拎了？那、啊、生闺女生儿子那是你的问题，那你生出来个闺女那你赖谁？嗯，那你要是早点找个对象，是不是也能帮我拎？那我没有对象，你不也有对象吗？那你让你对象陪你去呗。哎，你大夫，爸爸，嗨嗨，今まで的目可愛いって思った時ある？あるよ。お前小さい時可愛かったな。じゃあ今は？今？うん。お前に対して恐怖しかない。なんだ？恐怖でどういうことよ。お前金使い荒いし、めちゃくちゃ食べるし、すぐ怒るし、20から5歳になっても結婚しないし。そんなこと聞きたくないで。自分の娘にあれこれ言いすぎてひどすぎるでしょ。でめ女の子だよ女の子。お前。聞いてごらん、まるで男だよ。もう聞けなくない、イライラする。
すぎる。うわー、怎么形容我老妹儿呢？林黛玉的代表，张飞李逵的灵魂呢？你好，你想跟我怎么样的吧？咱俩推荐吧，哥哥。要我说老弟呀、啊，咱剪个毛寸呗，我感觉挺自。你从这开始了吧？上一个没剪他，这回让我剪毛寸，什么业务？你们说哪儿吧？气得跟小猪似的。别乐。哎呀，有啥好吃的了？让我来。我是让你做。哎哎，干，回来，酒管够。那也行。死猪！哎呀，这小猪，谁去家谁不迷糊了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来我家当女佣吧。来吧，整整，整好吧。姐，我快递是不是你这儿的？我一会儿过去取吧。你不来呀？你咋过来？咋的？快点，给我拿火红补补嘴。哎，来老爹，吃点、啊。老爹，不吃，你别想吃，我还得给我对象送过去。着啥急呀？走了。刚做的。哎呀，还别看了，喝吧。一点面没给呀，话都没跟我说一句。我干了，喝就完了。那你得给骂跑了，不敢，谁让他嘴贱？咋的呢？他到哪是来相亲找对象的呀？他就是来面试找保姆来了。你上来就问我，你会做饭吗？我说不会。他是连饭都不会做，你还是女的吗？我说我是不是女的，你看不出来呀？还闹啥了？他说给你打个预防针啊，结婚以后家务活只能是你们女的来干。那你咋算呀？我说你还是先给自己打一针吧，年纪轻轻，病得不轻。未来老婆要求不高，在外能独立自主有工作，回家能洗衣做饭带好孩子就行。然后你说啥呀？我说这些我都能自己干了，我还相亲找对象干啥呀？我是缺个男的在旁边给我鼓掌吗？那你也不能把人全家都给骂了呀？是他现在诅咒我的，说你这辈子必孤独终老。我说你这辈子吃泡面必没有调料包，你买跳广场舞必站不到 C 位，你一下象棋必被指指点点，你那打麻将必点炮，你大斗地主必三四六七六五，你破坏性都进不了电子厂，你这辈子都吃不上四个菜。